大家好，接下来这个视频我为大家展示如何打开 Inscan Meta AI 人工智能。如果你也需要打开这个功能的话，那接下来请跟着我视频来操作。首先打开我们 Inscan， 点开之后我们点右下角的个人头像，然后再点开我们右上角的三条线，我们一直往下滑找到帮助，然后我们点开帮助中心，然后这边显示我们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就点开 Inscan 上 AI 简介，先点开这，然后这里我们再显示，我们再点这里是否有帮助，这里就不用管它，我们点开在 Inscan 使用Meta AI 点开，然后你的是什么手机你就点，比如你是安卓你就点安卓，如果你是 iPhone 你就点 iPhone 程序。好，点完我们进来，我们在使用是干什么，发起对话或者是在聊天中使用 Meta AI， 你这里可以看选择，然后这里你就点否，没有帮助，然后我们这里是什么原因，解决方法不起作用或者是令人费解，什么随便点一个问题，那我们就点其他的，然后把我们的问题给写上，写上完之后我们就提交，提交完之后就等待官方给我们解决，一般三天左右的时间，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他们的回复，非常简单，这样就搞定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，请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。